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万川旭哥，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咒术领域最新的回战的手游啊。好，那一样建议大家就是无氪爽玩就好，不要氪金啊。这种手游无氪轻松玩就好，不用氪金。好，那就是一个爽 game 啊。那开局啊，是送了好几千抽。免费送好几千抽，然后抽奖几率也很高，这边都有讲嘛。一样就无氪轻松玩，然后可以拿到这些神角，包含五条悟啊，大家喜欢的神角有没有？纯爱战士，然后五藏幽人啊，这些主角啊都可以拿得到。熊猫，好，有五条悟啊，爽爽领。好，这个就是咒术领域啊最新的手游。那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的序号，还有最爽的转蛋，最爽的神角都在这里，免费拿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攻略。好，那一样讲一下，不要氪金啦，爽玩就好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来。所以抽看会不会中五条悟啊？五条悟还是会中 2.5 条悟，只剩一半的五条悟。哎呦，五星的伏黑会帅气，算是主角群之一啊，核心神角。来开局直接拿 T0 神角，它可以收集这个角色，之后还有两面素摊啊。来，五藏幽人。开战喽！哇，会不会太强啊？他直接清空哎、欸，太屌了吧！来强化一下五条悟。怪啊！啊，不是五条悟了，伏黑会了。一直在说什么 2.5 条悟。那角这个主角群都死光，还要看个屁啊，对不对？一直领便当啊！每个都要死一死，是不是？这个现在大家都说 jump 这种，很喜欢让大家挂一挂这样主角。像什么岩柱啊，什么艾斯啊，什么挖沟的，人气角都很容易挂掉。然后最近是那个五条悟嘛，啊，听说那个火影的佐助好像也差不多，我听说没在追了，好不好？不骑不带不受伤害，听说啊，最近就是对 Jump 很喜欢这样玩，很喜欢让这个大家喜欢的角色领便当啊。等一下应该会有这个两面素摊吧？现在还在学校啊，在学校要打多久？哎，领一下奖励。哦，来了，五条悟来了，五条悟，哦呦。哇，这个输出一把罩，面数他五条悟，拿下眼罩怎么突然变那么帅？来，帅爆了五条悟 ，MVP 啊！来，又拿到了一个主角了，爽！到达十级可以开两倍速，然后之后可以，要用特权才可以跳过战斗，实在是很坑呢、欸。回城还、欸、不能回城，一定要看完的。好了，大家就看一下这个咒术回战的战斗吧。
来轻松 KO。 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，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了。好，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右手边我们看到礼包兑换，右手边点礼包兑换，那就会出现这个兑换码的画面，兑换码、礼包码、虚宝码、序号、CDK 都一样，就在中间输入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大写的 N L O， 然后 T K C S 8 J 6 N L O T K C S 8 J 6，那是 O 还是零啊？那是 O。好 ，N L O T K C S 8 J 6，接下来按这个确定。兑换有没有？直接拿男主角哦，五星的男主角哎，爽啊！五丈幽人五星的哦，哇，直接拿 T 零神角，爽！还一堆福利，来免费的奖励领一下。然后每天这个像是很多礼包啊、钻石啊，记得来领一下，每日福利。你们啊，每周也会有，哎呦，超多，爽啊！然后这个奖励一键领取，完美开局啦！那前面有很多福利啊，像他开局就会送很多签到啊，然后奖励可以直接拿哦。歌姬啊 ，T 零神角，免费拿，然后大量的钻石。西宫桃奶妈，哎、欸，有女角赞。入学有很多这个奖励，什么钻石啊什么，送好多啊。刚刚还拿到了，还有这个馈赠可以拿。哦哟，赞啊！然后谁与争锋，这个真的送很多东西啊，福利大厅。一样钻石啊，然后每日签到一样有钻石，百抽狂欢，这个有大量的转蛋券，那加一加应该有好几百抽，这个有没有？真的拿不完呢、欸，超多。那再来抽一下吧。我们这个最强的神角是可以免费拿的，很多核心的神角。像是五条悟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，这个都可以免费入手啊。还有大家最爱的以古优太法伤爆发，一样是最强的输出神角，这个都是官方认证最神的阵容。还有像是两面树摊啊，误伤斩杀，一样是最神的。好，先来抽一下，这个蛮轻松的。来，十连一下，这抽到丁公野蔷薇，哎、欸，两个金哎、欸。太屌了吧，有点欧啊！哦，丁奇野蔷薇，还两只哎哎，会不会太香啊？两个黑丝袜妹子、欸，这次就没有，这次只有紫色哎，哭啊！好，抽得很爽。那官方认证最神的阵容，还有各种 T 0的神角都可以免费入手，还有像是幽人啊这些角色，哇，都可以拿到哎、欸，五张幽人，像是五条悟啊这些，好，那攻略就分享到这边了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好。再来抽一抽，看中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